直都忍着，是在家消炎哈。别动，别动啊！也不要说话哈。疼的话你就说。啊。疼的话你就说就行。我都出汗了，你都。我拿小费给他的。没事，这个不疼啊。四月份开月，叫您都吓死。对。小问题，哎呀。里面就一点的小茧。对。你妈我唬你，给他视频，给他视频。儿子都挂了。我看面部表情不太对。嗨。很淡定。你老妈很坚强。问题是不是弄了一点都不疼啊？还没到三十岁。不，这个是不是弄的不疼？你看，稳啊！主要你看，我疼。我都已经绝对不能了，我都。这么大。不疼啊！看看这查的。哎呀妈，这么大！好了吗？马上。挂了，挂了，挂了。我看不见。老大了，舅妈，一会儿让你看看。哎。还不点儿不点儿你。舅妈，别睡。疼吗？还行，比他们给我抠的好多了。完了吗？完了。好，谢谢。你这个看，多大不大？很厉害，是不是手很高？别动哈，看里面有没有的哈。他主要是边上有些肉，没有这个肉的话就好了。真不疼，开月。对，你不就说你不疼，你这已经烂完了都，都不疼了。好了是吧？好了，但是我不行。好了，不疼。你看在这一块哈。哎，要命！就这一块指甲，这是个根部哈。你这一块指甲是在这儿给它豁开了，不是这儿就是这儿，反正在肉里了已经。嗯、整体你看这个刀，整体这个刀在那丢里边去了。其实挺大的，一般都是你像我微博上发那个茶子一样，嗯，都是这样的。等一下录下视频了，回去没事我可以整理。微博见吧，今儿晚上微博，今儿晚上你的脚在微博上出现。